你不要这样讲，你现在不是胖子。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了，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？那个字念傻。我古文化，他隐藏多久了？对不对？哇！他比哥德罗加的宝藏还藏在伟大航线。你这个是什么？什么？锁龙头的锁，锁骨吗？火龙头的锁，哎，你去看一下你老婆过敏的啦。我没有啦，我还好，我嘴巴一点点，哎呦，嘴唇成安吉丽娜·朱莉了啦。好啦，你刚刚在怎样？在唱歌？唱歌吗？什么东西？我要继续唱歌啊！对啊，但是不是这六千多人主要是来看你们的？我等一下一个人唱歌，我这样很尴尬。不会啊，六千多人，你干嘛这样子？一定至少有大概200多人，65个，65个。啊，不管了、啊，反正记得大家哈，那个等一下要退直播 ，OK， 但是要记得去关注我的抖音，好不好？我有带来一些好货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不是你偶像，但是我是你偶像的偶像。OK， 欧弟哥的抖音，哎，打枪我就说谁呀、啊？好吗？去关注我抖音，好不好？这两个都是你们的偶像，好不好？但我是你们偶像的偶像，有欧达合唱要唱，那个是魏如萱的那个专辑。为什么那么多滤镜？对我吗？还有9M88的、欸，对的。刚刚你用的那个，这个吗？停庸之上的。哦。对啊，你们怎么那么多滤镜呢、啊？好诶、欸，但你卡住了。我们两个都合唱什么？我跟坤达从来不唱歌。哎呦！哦，对，刚刚后面是我们的替身跑过去。刚有一只猫在乱窜。你也在放替身吗？我看一下。对啊，放替身，他刚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只猫，跑来跑去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他现在有点在啼笑。你说现在是要把手机直播到没电吗？其实已经快没电了。对，哦，有人说出真话，我都感觉欧弟在被放闪，真的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你还没看腻哦。然后刚佳燕，我本来没有要找佳燕那个，因为以为佳燕在线上，结果佳燕留了一句话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你一个人过得很好，很开心？”就是看到一个人很开心，他又可以自己跟这个啾啾玩。他有两个人吗？对，他现在两个人。说的 stop 啦，姐。好，去。好了，有个人去休息了。对。哦。你们先去卸妆吧，要不然皮肤闷久了不好。感谢你们，差不多，没有怕你无聊。反正明天工作比较晚，我不会无聊，我该去洗澡睡觉了。对，好，大家也早点休息，不要忘记那个无神之地不下雨，以及关注无神之地不下雨，关注我的抖音账号，我有一些好货即将要给你们。加拼秀，我的抖音账号啊，不是淘宝哦，是抖音哦。好了，拜拜哦。是抖音哦，我的抖音哦。晚安啦，拜拜。Good night, thank you. 拜拜。拜。